我们今天要为奇迹新家园举行动土典礼，这是一栋多功能并且提供多元长照服务的建筑，是天主教会关怀有需要的长辈，以实践教会的福传使命，荣神益人，奇迹之家新建的家园啊，奇迹之家，我们一听到奇迹都会很高兴很兴奋嘛，因为奇迹是一个不寻常的事情，我们很愿意看到奇迹，奇迹就要在我们当中来出现啊，而且已经出现了。主顾修女会，我们怀着敬天爱人的心来服务我们的长辈，因为我们觉得天主给我们白白的很多的恩赐，而天主也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。刚才我们的宗教跟我们讲，这个是一个奇迹啊，真的是在这里有爱就有奇迹。那我们也很感谢大家能够信任我们主顾修女会，把你们的长辈交给我们服务。我们人力财力不够大，但是我们有心愿意服务，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。我对这一块土地寄望非常深的情谊，没想到我今天第一个来开工动土的就是奇迹之家哈。文载敬第一个动工的是奇迹之家，这代表一个先世性的意义，我们的社会关心照顾由我们天子先赐给我们这块土地，先照顾长辈开始，让温载进的幸福的岁月从照顾长辈开始带动起。所以我要借大家的双手，谢谢我们天子教所有的人给我们很大的帮忙，让这笔土地对今晚开始会有新的奇迹，先照顾长辈就是我们奇迹的开始。第一场在天父的圣爱内，其实奇迹新家园新建工程顺利进展，请用餐。第二场在基督的真理内，其实施工人员平安健康，福报满盈，请用餐。第三场在圣神的护佑内，其实合作厂商大展宏图，事业蒸蒸日上，请用餐。我们第一波是动土的贵宾长官，先合影留念。新的奇迹都是从我们的主顾修理这个奇迹之家创造第一个奇迹，结合社会大众的爱心来带动。谢谢，那我们就多进行一下。有。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